懂就别乱说。我，沈志阳，你给我站住！北方经理，董事长那边是都已经谈恋爱了，肯定特别高兴。啊，没事吧？痛不痛？你受伤，我会心疼。啊，该不会打起来吧？是不是应该帮帮你来？哎呀，你怎么反应这么迟钝呢？你们也在？松手！一点动心的感觉都没有过吗？一丁点动心的感觉都没有。系统检测到您的心跳频率每分钟接近130，是否需要就医帮助？不需要，小事。